大家好，我是何时何地何时何地，现在时间是中午时间12:10，然后咱们现在是在法院后街，然后咱们拍一下法院后街。法院后街可以直接到上城路。法院后街说是一条街，它就是一个胡同，它是法院以前的老法院的，应该是西门。从法院后街可以直接到上城路。这边也要拆了。法院后街还有这种老式的这种筒子楼，应该是因为刚开始咱们采访的两法院，在法院西街上采访的两个奶奶说，这块的房子大概都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建的。这边是郑州公安局驾驶院。大家好，我是何时何地，然后法院后街这一块咱们就拍个差不多了。由于近几年郑州城市的发展以及旧城改造的一个同步进行吧，郑州的老城区老房子老街巷会越来越少，大部分都面临着拆迁或者是正在拆迁，有的是已经拆了。这些老胡同老街老巷也许是这个城市最后的记忆。咱们现在新增加一个项目，就是说如果你在郑州，对这些老街老老巷还有一些美好的回忆，可以在任何视频下面评论或者私信，然后咱们将为你拍摄一下另外一个项目，就是郑州喷空项目。谢谢大家，我是何时何地。